吃什么菜都希望来一碗纯正的白米饭。而且你知道我很怕一种老饕，他就会带你去什么湖南菜或江浙菜，说这个菜多好吃，然后我就说老板给我一碗白饭，就白饭煮非常烂，这种餐厅都被我列为是难吃的，因为你白饭煮不好，你菜再怎么好吃都没用啊，没办法搭配啊。哪一家？哪一家？一直到脑子变很小也想不起来。我想看电视人当中有一些人大概也是这样子，没有吃到白饭就觉得那一顿是没有吃到。那我们今天就要帮你们推荐一些饭类，是希望能够博得你们的欢心的。欢迎五位来宾，你们好。啊，欢迎。你们五位今天介绍的饭其实不一定是纯粹用白饭来配的，可是当中你们最爱吃白饭的是谁？我们都很爱吧，都爱吃饭，大家都爱，一定要白。你们爱吃白饭程度是说，就算给你们肉松拌上去也可以吃吗？或干吃一碗白饭？干吃吗？因为我曾经就是去餐厅吃，然后饭先来，可是没有菜，然后我就看着那碗白饭，然后想说它看起来好好吃，然后就怕它凉掉，就把它整碗就先吃光，然后菜才上来。OK， 对，因为这边有一个会讲话的白米啊，不是，他的头是模仿白米吧？是泰国米吗？造型很像白米，因为我是白米的专家。哈阿基斯哈是盛祖如吧？啊不是哈，我们已经合作这么久了，所有美食的单元都是我在这边为大家服务。今天也要麻烦你，没有问题哈。所以今天呢，虽然大家各自推荐两道米饭类的料理，可是实际上还是漏掉了不少我们爱吃的饭类，以后还可以继续做。所以我念一遍给你们听，看你们个别会，如果这个菜单你们会最优先会选哪一道哈，赵哥。这上面有卤肉饭、菜饭、火锅煲仔饭、蟹黄荷叶糯米饭、牛肉炒饭、油葱饭、猪排饭、火鸡肉饭、铁板蛋炒饭，还有猪脚饭。你的意思是说要摒除自己的良心，不要投自己的票，要说出刚刚以上你念的哪一个？而且还没吃到这家餐厅的口碑不知道，纯粹拿到菜单看一眼就想说，应该是蟹黄的那个想碰碰看。OK， 荷叶糯米饭。嗯，荷叶糯米。那玉林兄，我也是蟹黄，因为听到蟹黄两个字就整个质感就提升了。贪小便宜。林又丽呢？我也是蟹黄哎。一配，我想吃猪脚饭啊，猪脚饭，因为猪脚饭真的很诱人，随手可得哎。可是那个汤汁很诱人哎，对啊。思佳呢？油葱饭我还蛮想吃的。油葱饭，所以你没吃过对不对？我有吃过，但是还没吃到觉得很好吃的。OK， 所以我刚刚听到，我觉得还蛮好奇的。所以阿基师认得出来哪一道是油葱饭吗？啊，这没有问题，这是我的专业了哈。但是要拿油葱饭之前，我们是不是要先问一下问题了？哎，你法令纹很深哎。啊，是啊，这是岁月的痕迹啊，非常的帅气。哈，你要问问题吗？啊，是。啊，请问吴怡佩啊，他打什么啊会输？A 打麻将 ，B 打扑克牌 ，C 玩象棋啊，他哪一个会输呢？哈，一定会输。什么意思？答案是打扑克牌。为什么？不是我的吗？抱歉抱歉，象棋象棋啊，不对不对，麻将也不对，是什么？答案是打扑克牌。你刚不是讲错了？我感觉你们很冷漠，所以我想要给一些时间想啊。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吴一佩他吴一佩啊，所以他打扑克牌一定会输。谢谢。好，油葱饭是哪？啊，油葱饭就这一碗啊，很香啊，哎呀。所以你是说进餐厅去就是有一道菜叫做油葱饭吗？对。而且一碗才20块，好便宜。可是它的米看起来很小哎，你知道有一种小米吃起来很粉，不好吃。这个不是，它的米小的话，但是它是长的，而且你有看到那个米的光泽，有肉末在里面。没有哎，它就是只有油葱。对，它的米也特别挑过，他说它的米很贵。那我问他说哪里来的米，他不跟我说，他说就是一种叫煎米。台语我不知道怎么讲。他不跟你说这个米是一个机密吗？应该是吧。不然呢？他不跟我说，就是不愿意让他去买啊。嘉义的米吗？还是哪里的米？他说，就你说很尖的尖吗？对，尖尖米，尖米。所以这个样子的饭，哪几位吃过？只有两位哦，所以你说是道地的台式料理，这在南部就有吃过，这种饭在南部很多。陈汉典吃陈汉典本人吃过吗？啊，油葱饭倒没有吃过啦。你没有回来，陈汉典本人油葱饭好像比较少。你只是比较冷漠的阿基斯，比较没有热
情谊。你不是有骑摩托车环岛吗？对啊，但是就是刚好没有吃到油葱饭。回去阿基师那边啊，就是所以油葱饭是很有特色。所以请问你估算，以阿基师的经验估算，这碗饭应该卖多少钱？啊，这一碗饭以它的饭量来讲非常饱满了哈，大概30块左右上下。啊，30台币吗？我记得20哎，差不多。哇，那很便宜，这差不多嘛，很大碗。所以有人大概就会点这一份饭，加上一个汤，他那一餐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我是可以，可以不用加汤，光吃。不用汤吧，也不用汤。对，好，西弟要来挖一口吗？它是猪，要挖葱，葱要挖一点。可是他如果把葱都挖掉，底下就是只剩白饭了。不要挖点葱带饭这样子啊，会吃出那个香味。好香。对啊，那油葱袭上脑门的感觉。哎呀，怎么没表情？为什么有龙门客栈的表情啊？好吃，可是没有道理，就是值得要提起劲来欢呼的感觉。来给客人吃一下。好，这家油葱饭做多久的店了？50年。哦，有50年。开过。那就要试吃一下，因为赵哥好像觉得没有一定历史的店你就不吃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是要老的好。如何？看起来很好吃哎。可能是摄影棚关系，葱凉了，哦，趴料了，整个葱要脆的时候，对对对对，就是还及格，及格，就及格。那个猪油淋上去的时候，再加一点点卤汁，那真的是这个饭一定要吃热的，这饭绝对要吃热的，这两个就不好吃。可是就是它虽然是冷了，但是它的饭还是蛮 Q 的啦，这是优点。对啊，那个葱味还是有感觉的。所以照你们的说法，就是就算是热白饭淋上酱油也是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尤其是酱油膏，酱油不行，对对，酱油太死咸，要酱油膏比较对。女生们没有因为说要保持身材不吃白饭这件事。或只吃白饭，没有吃白饭就是没有吃饱的感觉，不能只有菜。你们是有人连宵夜都一定要吃白饭配菜吗？哦，对，我好可怕，很容易胖哎。对，可是我从小吃饭吃习惯了。私家可以吃宵夜哦，有，我一定要吃午餐，少量多餐啊，午餐。你从小时候就这样还是最？对，小时候就这样，现在还这样。而且我一定要吃宵夜，就是我如果到12点没有吃东西，又还没睡觉的话，我会睡不着。然后我曾经试过，就想说不要吃，结果1点半又爬起来。晚上怎么谁供应白饭给你吃啊？我们家都会煮白饭，可是冷的，没有热的，在电锅里。就是24小时，24小时都有白饭可以吃，然后你们全家人就会陆续在凌晨起来去捞饭。你们是住在吉野家吗？不是，就是我们家人就很喜欢吃白饭，所以从小就是妈妈就要煮3杯米的饭，就一个晚餐就煮3杯米，然后到宵夜的时候，如果吃完的话，就要再煮一次白饭，就全家人都要吃白饭。隔天早上起床不会胃灼热吗？会，我们所以没有吃白饭才会胃灼热。早餐不用吃白饭吧？也可以吃白饭，可以。早餐要吃什么白饭？吃稀饭？没有啊，就是。早餐就吃正经的白饭啊，对，就正经的白饭，里面有不正经的白饭。稀饭就是比较放松的白饭，很油嘴滑舌吗？一直在抖。